欢迎您收看11月13号的早安新唐人，我是唐杰安，现在带你关心天气。轻度台风天兔今天有机会增强为中度台风，气象署预估明天星期四清晨至上午有机会发海上警报。气象专家林德恩预估周四不排除海陆警齐发，对台湾的影响以15号、16号最明显。降雨热区为东部、东南部地区和恒春半岛。但以前看到国际媒体中央信息。